저 방방 연기선이 피노 헤아리 전부 시장에 올수있었어 그런 거 어, 바카리아스 거기 있다는데 하이 이쪽 오이테마스인데 아 죄송해요 가르쿠 노멘에 야이고 싶게 여러분 今天吃火锅，海参、花椒作为汤底，枸杞作为附加的材料，还有香菇啊、淮山。还有龙客最喜欢的豆腐皮，还有一点白菜。今天的天非常的寒冷，风很大，在家里吃吃火锅也是一种享受。一会儿就开始吃喽。买了四个虾，大虾尝尝味道，四个人一人一个大虾，哈哈，很新鲜的哦。今天的重头啊，那个菜品啊，和牛，宫崎县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好不好？美不美？味道如何？非常好，嫩不嫩？非常嫩，好不好吃？おいしい。你看这个肉质啊，这个呢吃起来就是不太肥腻啊，所以呢这个部位的肉是最好的。今天我们去买的时候呢，店家跟我详细的介绍了这个肉啊，宫崎县的肉。今天呢，日本比较寒冷啊，在家里吃吃火锅啊。哎，小李上完网课了啊。嗯。今天请你吃最好的宫崎牛啊。谢谢。哦，本当ですか。おいっ子さんの時。おいっ子さん。おいっ子さん。関係は関係は。家族の友達。あ、そうなんですか。え、上住んでるんですか。ずっとここに住んでるんですか。影田市。え、影田市ですか。お話。お、私は板橋区。東京の板橋。あ、そうですか。あ、今日遊びに来たの。あ、そうです。あ、そうなの。はい。小李日语不错。やって、すごい。ほ、本音。喋ってる大変やね、これ
个自己呢。不是喋喋，不是那个喋喋，那个喋喋。你好，你好，不公开。你好，こんにちは。哦，これでこれで喋るのか。はじめまして、先ほどと申します。あと、はじめまして、先ほどと申します。今日は朝から。市場に行って魚と肉を買ってきました。初次见面，我叫左九山，今天从早上开始去集市买了鱼和肉。这把对了。そう。あ、これで。あ、でもさ。リーさんも持ってねこれ。これで今までずっとあれやね。大変。大変やろ。そう。はいはい、これフルーツですよね。はいはい。好了，现在龙哥把它打开了，给大家看一下啊。海参花椒作为汤底，前面龙哥在视频当中已经说过了啊。今天就享受一下呷哺呷哺日本的火锅。龙哥也同时买了最顶级的宫崎。牛啊，这个肉非常的好吃，非常的鲜嫩啊。本来我想拍的长一点，但是呢，我想今天视频拍的短一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次我已经这个类型的题材已经拍过了，那很多友友们叫龙哥，还是喜欢看龙哥吃吃喝喝啊。那今天我就再拍一集，只是可能。拍的稍微短一点啊，这个肉真的是，哎呀，太棒了！这个肉啊，是880.2两，他们日本人是100克起算的。那么龙哥呢，感觉不是很多就全部包揽了，今天就好好吃一顿肉，增加免疫啊。哦，太棒了，还买了四个虾，大虾。どっちがいい？これごまとポン酢。ごまじゃ。ポン。あ、ポン酢な。ごまじゃないんや。现在有岐山先生帮我们调料啊，买了两瓶料。你吃了吗？嗯。姜哥，你吃芝麻的还是吃？这个没了。芝麻的应该好吃吧？Music， 音乐要响起。仪式感很重要。要什么音乐？要什么音乐？古琴。开吃了，开吃了，开吃了，吃火锅了。等等，比鲁比鲁比鲁，啊，要么叫比鲁，要吗？比鲁比鲁，比鲁。有时候吃比鲁吗？一两百也是开，是那是。小李喝那个吧，喝果汁，就那个汽水，你去拿一瓶，可乐在里面。异国他乡啊，吃的中国的呷哺呷哺啊，日本叫呷哺呷哺，中国叫火锅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、大丈夫です。
香嘞。小李开心吗？开心开心。好好读书。好的好的。知道吧？好嘞。哎。小李，辣椒酱要不要？要辣椒。很辣。还要不要？要。起手洗。齐山说今天不冷，我看他站起来的时候浑身发抖。哇塞，这个肉啊，太棒了！哎，然后要稍微弄一弄啊！哇塞呀、啊，你看大家看这个肉怎么样？满足吗？有一手啊，有一手。哎呀呀呀！嗯，哦哦，我好吃，好吃，哈哈哈！卖，我卖，我给你点的，这里得点，得点。这嗯，现在看看小李手上的这一张啊。小李怎么样？感觉如何？好大呀！好大呀！满足吗？满足满足。开心吗？开心。开心吗？你要用日语说的呀。我的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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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！有一说。啊！有一说，嗯，怎么样？好味道，好吃，好吃吧？点评一下吧。太嫩了，太嫩了。嗯 ，A5 的。嗯，好冷。有一说，嗯，我卖，嗯。嗯嗯有效，有效，有效啊！我来帮你做，嗯，我来帮你做。好了，龙哥现在尝试啊，今天的肉非常的嫩啊。龙哥的那个牙口不好，所以必须得买最好最好的牛肉啊！哎，好，好，有效，嗯，好吃哦，嗯，
一级棒，太棒了，太好吃了。嗯，小李，你今天要多吃点啊，龙哥帮你买的特别的多啊，好，慢慢吃啊。谢谢龙哥。哇塞，太棒了。没有牙齿也照样可以吃。入口即化，这个是宫崎牛啊，所以那个这个宫崎牛真的好吃。有一说啊，有一说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很古的小李，这里面是海参、花椒、虫草、各种各样的滋补品的这个药材，全部放在里面。冬天了嘛，要冬令进补嘛，中国人就讲究一个吃嘛。吃的话必须得吃好一点的嘛，对不对啊？那人生享受嘛，就这个样子，是吧？吃吃喝喝，等你大舅来了也这样吃。海海，等你来了之后啊，我也这样招待你吃啊。还有马老师、马云祥老师，还有吴云福大哥，吴云福好像比我小，但是他的学问高。来，这里肉的一点肉，还剩下多少花椒煮的。在日本嘛，就是这个呷哺呷哺啊，一般日本朋友都喜欢啊。我们中国人呢也喜欢啊，吃吃火锅啊，所以呢比较来说接地气啊。食材又好，又新鲜啊，蔬菜呢也新鲜啊，所以呢在这边吃呢有个好处，就是能够吃到最新鲜的牛肉。这个牛肉在国内吃不到，就算有的话也是很贵。天哪，你这是中国苏州的评弹啊，评弹是吧？日本老音乐吧，这个应该是江户音乐，是不是啊？这个肉下去以后涮三下就 OK 了。三下不行，你这个火还没开。开的火。好了，今天的那个视频呢，龙哥不想拍的太长，好吧？那下面我就开始吃那个呷哺呷哺啊火锅。那么今天的视频咱们就拍到这里，否则大家又要惨了。到时候看着龙哥的吃啊，然后很多人说：“哎呀，我们吃不到。”没关系，来日本。咱们一起吃烤肉、火锅都可以，好不好？这块大。哇塞，这一片太大了！哎呀，两个手掌，两个手掌都不止的一片肉啊！今天一共买了22片。刚才那个小李子说，这一片肉要多少钱？1000多块，他不要，1000多块都不值。美食需要分享啊，这么大一片一片一片的肉。非常的好吃啊，整片的肉。
鲁。你搞了半天鼻乳还是不能。十三天我发现工作辛苦之后他的记忆力啊非常好。那你啤酒拿了吗？前面问他，哦，忘记了去拿了。然后再问他拿了吗？又忘记。果汁不是啊？啊？果汁。我喝什么？咖啡果。今天怎么笑？我笑。哎呦，你这受伤了。嗯。你受伤了。我们要。啊，不知道。不知道，好吧。你喝茶。你要喝点酒不啦？哎，有错。哎呦。忍不住。要喝点酒不？我喝了。我浪费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呛到了，哎，太辣了，太辣了。哎呀，哎，这个音乐好像有点像诉讼，诉讼的平台。日本音乐吗？好了，龙哥开始吃饭了。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啊，来结束今天的视频。分享生活是一种快乐。我是龙哥，你们怎么都没反应呢？人家空手吃了。我是小李，想一点。说他中文名叫啥？岐山啊，山西阳光。我是岐山，我是岐山。
我是龙哥，感谢关注每日动画，我们下期见喽，拜拜。哎，你们怎么都不会死？拜拜，都不肯入境哦。你这个啊，忙着帅的。那么我们就好好开始吃了，大家也稍微休息一下。好，拜拜。你是英国人是吧？你是英国人。